真的，拜托，这我的孙啊，你紧给我看麦。嗯，这查甫的命嘛真好。啊，不过咱两个合起来看，代志就不妙啊。嗯，两个结婚是有外不妙啊。那是两个人吼，硬要结合吼，一定克十八代代代袂子孙。阿妈，这还会生哦，就准的哦。我是洪坑你吼，这两个千万唔通结婚啦。阿妈，我紧啦，我来处理就好，你先回去啦。多谢你哦。我免客气。哎，多谢你啦。啥？退婚？无你这是咧拍啥？这咧，我这类啦。对，一定要退婚。阿妈，阮大退婚，啊，我的代志免啦。你的代志哦，另外再阁想办法啦。我袂用讲哦，为着这桩婚事，来害着咱李家家破人亡，绝子绝孙这危险。哎呦，亲家嘛，你算命嘴哪会听的？谁也袂听。唔是啦，你点点啦，你是外人吼。阮即摆咧开家庭会议，你最好是莫插嘴。唔是啦，阿妈，你著知影讲吼，我若无阮大个这笔嫁妆，遐人绝对唔放我出来死狗，唔知要甲加破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还是一两年？啊，你敢真正目睭金明看我去食无钱饭？哎呀，你著甲当作讲吼，你是去下港，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啊？啊，等下加一两年，哪有要紧？真紧就倒转来啊啦！我来讲啦。我袂用讲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啊，规家伙啊，拖拖去死啦！哥哥啊，拍好俩擦亲兄弟，你就是阿斗三公对无？我无阿斗啊，我拢听阿妈的，阿妈若讲叫我娶我就娶，叫我莫娶我就莫娶啊。爸，当初友谊伯啊开一张500万的支票要甲我斗三公，是你共掠破的，你敢会安尼结点点哟？不是讲我贪对方遐个钱啦，你讲你这阵亲事哦，你什么款的理由哦，我拢当接受啦。啊，敢那不读这个小名先，这我无啥会同意。你莫阁讲啊，我拄甲你电脑办，什么款的理由吼，拢无我倒来反对。独独这阵婚事，这个小名先的话吼，我袂用无甲听啦。免阁甲我看啦，你已经看第二遍啦。恁阿嬷讲我是外人，叫我点点。我唔敢，出代志的是你，我是孙媳妇，我唔敢讲话。好啦，别错啦，别错啦。规定哦，恁若唔惊我死，我若唔惊我无命啦。我过去要死死的啦！小妹，想袂歹，我伫咧你家三十多年，到这个生死关头，恁竟然无人要插我，我讲我要出去死，你若唔一个人甲救都无。对的，你这套已经用真侪届，你敢袂当换一个新的？王阿比玲，你也无想讲，你嫁我这十多年，带我生两个囝，你今日竟然这么无情！我若对你无情，那两个囡仔早就带你回家。你，好对的，你打扮来出代志，你就怪东怪西。我唔捌看你怪你家己呢。今日做唔对，你敢唔免负个半点责任？你即摆在讲我，啊无你想我是咧讲啥？
囡仔有才调甲生，你都爱有才调通甲教。所以我今日无论我做唔到什么代志，拢是你害的啦！你，他进来。遐阿爸咧，你对伊讲的安尼？你想看卖？咱家的囡仔，我文辉啊，是秀美啊，啊，大家拢遐好囝，甲你一个上歹囝。对，恁家的出事，大家拢是碰过，敢若我出事就是后来啊。对啦，你善良，你可以，你好心。你好心要甲你的小弟出代志，你都无要斗三工，你我好不甲斗会起啦！我唔是无要甲你斗三工啊，是第二都袂好，我都无法度。头牛啊，你即个是乱耍袂啊？哈，你真过分哦，真超过哦！本来我想讲这件代志行袂通，佫甲你另外想办法，参像你即摆即样的怪东怪西。插插你去，你家己打。好，我家己打。你甲我讲，迄、那个算命到底倒一打？我来甲问看卖，伊要算我当时无命。我来讲哦，你若敢伊硬砍一支脚毛，你做妈绝对要告你。阿爸，我今日才看清楚，我想讲你上疼我。我现在知道你上疼是大兄，我紧，就算我出去，强毒脚毒手，你拢唔免管，因为我应该，我死了。侥幸失掉，你敢会出到这款刁民仔？亲家妈吼，你掂掂啦，无你的代志。你是咧拍啥？你哪会检讨你家己啊？哈！啊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话？拄只伫楼骹，你对大家骂无够，搁对遐楼顶要骂来斗哟？我敢讲无一点骂哟，哈！你干哪样怪别人？这阵哦，大家为着你的代志是总甲你无眉无理咯。你搁人骂，你心肝是叫狗无爷哟！总有啥物路用？啊？规阵仔舞一百连堂，结果唔是你了白工。这嘛袂用怪阿妈，总袂用为着你一个人害规家伙啊嘛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我嘛是足烦恼的。无咱即摆想另外一个办法嘛，干坐到这硬有啥物路用？咱是咧讲啥啦？要想啥物办法？千外万唔千外块呢？买手哟！来找尤一伯。你让伊找尤一伯啊？你阿爸知哦，卡不溜叫幼稚。总比向掠关较好啊！你若真正去，这间厝你就免想要入来。你讲这来阿妈叫因坐唔起，敢人把婚事取消啊？无唔对啦，小马，你安尼算大功一件哦。多谢当年阿老。我知啦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个吼上适当的时阵，啊，甲副总的迄位。啊！多谢当牛。你去陪用你的啦。是。对，当爷。小马。嘿。英雄这阵啊，拄好当咧无用。哦。你紧去啦，斗三工，会较安心啊吼，去发落伊婚姻的代志。是。哈。亮。嗯。无论安怎吼，你一定吼都爱较斗阵来去参加婚礼，花一面子。好啊。因若婚事办得成，当然嘛好啊。什么办得成，办不成？我是讲，我若有用，当然嘛好啊。啊，无管有用啊，无用啦，你一定要甲斗阵来伊啦，吼。八字小刻，
啊，什么时代啊？这款代志你也要信哦？啊，无法度啊，迄是阮阿妈去号的啊，讲遐捡落到地哦，会坐囝坐孙的，啊讲爱退婚啊。哪呢？点面唔着就可怜呢。我若退婚，你毋是应该总欢喜的？啊，你来去同情伊。啊，爸爸拢是查某囡仔，去互退婚哦，这是足见笑的代志呢。那活着是我，我可能活袂落去啊。迄地米的吼，应该袂啊。啊，你阿妈人收500万，你即马要安怎？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啊，反正吼，迄是阮阿妈讲的啊，爱讲钱的代志哦，再搁想办法啦。啊，你家己安怎想？啊，就反正伊若叫我娶，我就娶啊；，伊若叫我卖娶，我就卖娶啊。啊，准讲我若无娶，无我才娶你啊。啊，做会到才搁讲啦。你这世人，我已经是你的人啦，无论安怎，我拢会等你。也是走倒去，伫家啦。啊，唔起来！我甲你讲过几落百摆啊呢，迄查某囡仔人吼坐唔着，爱有坐款。你若是佫继续安尼赖死落去哦，你出去外口人会讲你无家教呢。哼，甚物人敢讲我？我得用一个铅。无啊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是你偷什么大钱啊？唉，你今日过到这么慢，我今晚做想要马上就结婚啦。吼，你实在有够大面神的呢！你敢讲，我阁唔敢听呢。唉，母啊，我已经30几岁啊呢，真紧就要40啊！你无听人哩讲，查甫人生时如狼，死时如虎，我今摆已经狼虎之年啊，阁什么代志阁唔捌退缩过？啊，毋是足冤枉诶！但我要也知，啊，我嘛甲你生做安尼水水啊，哪会变甲安尼？啊，女士哦，麦当婆哈，来得坐，来得坐啦，女士啊。无看人起来啊，啊，唔起来。哎，别变啦！阿姨，安尼倒了多好啊，倒了多好啊！啊，无坐啦，坐啦，多谢哦。来啦，饮茶啦，多谢哦。唔知买那部件来有啥物代志吼？我是代表迄个李家来啦。哦。啊，因也是够欠啥哟，无紧你做你讲啦。哎，无，伊讲吼，逐项拢足齐全啊，拢无欠，啥物拢无欠。伊是叫我来讲，要退婚啦。哦，啊，正常的啦。退婚，退婚。啊！伊刚摕500万呢，吼，不规工哦！原来伊就是要骗钱。无啦，伊唔是要骗钱啊！伊讲伊若退婚500万会损害恁啦。我也甲你讲啦，媒人是你做的，你最好甲我讲一个理由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猪肉锁啊，即个猪肚抬到台北去啦。你马上去探听一下，我的外号吼叫做中原一点红啦。啊，我的猪肚若是出去吼，无机会是无完头。桥诶，哦，安尼你诶八字唔着假诶，哈？
小可安尼瞧瞧啦。啊，是要安怎瞧啦？好，提着假的爬你出来，即摆搁甲我大细声，安尼你敢有意思？嗯，歹势啦。啊，着阮弟妹啊吼，天生八字无好啦，前后吼上三个拢出代志呢，所以即个即个吼无用失败啦。啊，命好好着好好着安尼瞧，啊瞧来瞧去，瞧到即摆变安怎呢？英雄天生命残啦，啊，甲恁查仔囝八字袂合，无法消受啦。啊，即摆有啥物办法通救无？当然嘛有办法啦。啊，你着规气去因兜甲回信咧，啊，甲讲你个八字是假，啊，真正摕出来互人学啊。安那，你唔敢去对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才陪你斗阵来啊，吼！啊，你若烦恼讲恁查仔囝的命歹，放心，有我这个媒人保阿弟的，死人我都甲讲个变化啦。安尼唔着万事拜托啊咧，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迄媒人底吼，我一定包厢陪。这句就对啊啦。啊！你安尼轻轻的是有偌济啊？安尼轻轻的，这厝卖掉差不多过少成百万，倒呾银行加500万。啥个啊？这间厝卖掉，着爱我去人借100万哦？我哪会借无过？就即摆经济歹个安尼，恁这毋是啥物店面啊？这伤贵，无人要买啦。啊，安尼啦，艰苦安尼规半世人，照他这间厝，啊，但即摆。不，阿红妹哦，都讲抽象，我爱红纸写，我家己来打台。啊，真，看我足不甘的命，人起来要买啥？你一个查某，你敢死出去啦？出去啦！奇怪呢，我是来看阮查某囝甲阮孙，阿袂用的心，袂用的啦。你若要看恁查某囝，你还要出外口看啦，莫来到阮家。我若看到你，我心脏病要压起来有影。谁叫你遐爱生气？你这个气气要死，狗也无地带啊！你讲什么笑话？小查某，你咧笑？我。哎呦，可怜哦，安怎惊到要卖厝的地步啊？哈，早哪知影有今仔日？当初何必就安尼？人个友谊也是好心嘞，摕500万要予你烧天，哦，你着咧假志气哈？迄志气甲人拆拆破，佮拆到遐苍翠哦。等嘞，再苦啊吼！等嘞，我问你嘞，听讲英雄已经上定，啊，即嘛煞咧闹到要退婚，敢有即落代志？哎呦，只要是有这款代志，你嘛真过分嘞！是安怎样啊？伊送定啊，到要退婚，拢无甲我通知一下。搁较难讲，我嘛是俗女的老母，英雄的外妈。嗯，啊，咱家己也做无成，是要叫人安怎尊重你呀、啊？我无咧甲你讲话啦。啊，听讲对方敢是足有钱的？这阵薪水都袂下。哪会袂下？啊，都因家若有钱，就会用的啊。哦，你安尼规嘴都安那么咧讲钱，你若遐爱钱哦，你不要家己去甲娶哟啦。哎，哦，你甲我出去，你甲出去，甲死出去。哎，亲家嘛，哎，亲家啊，你看，谁来啊？哎呀，咱刚刚退婚，今麦人请到我来，跟咱陪亲妈妈。歹势啦，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是我较失礼啦。啊，无是我较唔对啦。啊，我唔对啦，唔是你唔对啦。哎呦，电话一点红诶，你看是要安怎搞我妈搞我累，我拢无话讲，莫阁搞我口舌啊啦。对对，红太太，啊，恁都阁去找一个吼，八字较下啊去嫁安尼，怪阮英皇没得福气啦。亲家，亲家嘛，啊，今仔女婿专工到我来，伊就是足诚心诚意。看讲甲英雄这件婚事吼，讲会好势无？啊，专工要来甲你分析下呢。无喏，伊是阮李家对不起红家，啥物要来甲咱分析下？啊，伊提婚八字出来是假的啦。啊，假？啊，就安尼无？就讲啥物因查某囝咧命相硬啦，啊，
较早甲订婚三摆，啊头一遍订婚好吼，因兜讲火烧厝，啊第二遍吼，啊对方因兜讲地动厝放去啦，啊订婚第三个吼，拢讲好势后，出去车祸全弄死，啊因是惊讲一件婚事讲袂好势，才去找一个上好的什么什么配礼啦。啊娘喂！啊！你摕假来甲阮骗哦！我就想讲，希望这件婚事讲会成功，啊，唔只会讲去摕较好，啊，哪会知愈误愈害？我再你一口咧，哈！你安尼唔惊来害死我的大孙是嘛？讲个啥物话啊？丢心咩？啊，你嘛真无良心！啊，这么为着家己的查某囝，啊，拢无咧管别人后生的死活，切嘛！这桩代志免遐尼简单哦，就放伊煞。啊，这代志是要安怎处理？